撅倒一个交通警察没有，一个红绿灯没有，撅倒人到外面有驾驶证，到外面不会开车，灯不会看，路不会走，撅倒的空气是特别新鲜，因为撅倒上，森林覆盖率是90%以上，除了树就是海。我们来到辽宁的觉华岛拍摄海洋生物，这位是接我们的民宿老板。张家山岛和杨家山岛是养海参，都是野生海参啊。如果身体免疫力那个抵抗力要不好，就是人呢一天吃根海参对人身体特好，吃啥吃什么东西就赶不上海参。车里没人搭茬，瞧我们这帮人一毛不拔的。你要喜欢闹腾的在觉华岛不好待，你喜欢树景觉华岛比哪儿都强，环境好，空气好，树景。这片礁石区不错，我们在这儿赶个海。华北东北海边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小型寄居蟹，数量非常多，然后个儿也小，基本上就这么大了。最常见的鱼呢，就是文蛤虾虎，就是这些趴在石头上的有黑条纹的小鱼，这些是幼鱼啊，成鱼长大了个儿还是不小的。这个基本就是成鱼了，这个条纹是它的特点，但是呢，有的个体有，有的个体就没有，同一个个体也是有时候有，有时候就没有，尤其在刚被捞起来的时候，它就容易没有花纹。这是什么呀？干虾虎，这个虾虎比较特殊，没有鳞，第一背鳍退化，而且身体比较长，看着跟个小鳗鱼似的。母的呢？还是？团鳍是吧？日本鲟，日本鲟就是所谓赤甲红、石甲红，得季节对了才肥，要不然连那个钳子里边都几乎没肉。是肉球近方蟹。北方海边常见两种螃蟹。这个是肉球近方蟹，公蟹的钳子两个指头之间有一个大肉球，就是这个非常明显的特征。还有一种叫绒毛近方蟹，它的公蟹钳子那块有各有一小团绒毛区域，就跟大闸蟹钳子上那毛似的，但是只有这两个小圆形区域里边有毛。这两种螃蟹看后背很像，那看钳子就能一眼认出来了。麦红螺又叫红鲤子，因为它壳口里边发红，还活着呢。这不就咱这？有的是紫色的，这是藤壶吗？海胆壳，啊，好看。这群小鱼儿老跟这儿挑衅我，必须捞上一条来看看。滋鱼的苗子，潮池里比较多的是绿海葵，或者叫绿侧花海葵，还有一种黄海葵，跟它很像。怎么区分呢？你就是扒拉扒拉它，它触手缩起来之后露出来的这些小疙瘩，如果是鲜绿色的，那就是绿海葵，那这个就是绿海葵。如果那些疙瘩是苍白色的，那就是黄海葵。反正这两种之间是可以这么分的。这种呢，不出意外的话是太平洋侧花海葵，这是石花菜属的某种，可能就是石花菜这个种。小珊瑚藻摸着硬硬的，里边还藏了一螃蟹。红条毛肤石鳖，它也是最常见的一种石鳖，叫毛肤是因为它那壳两侧呀有很多的毛，这个还挺好掰下来的，一般很难掰啊。左边那个是它脑袋啊，右边是另一头，可以看到它身体上长着一层一层的小毛毛嘛，那就是毛肤。岛上还有个摊儿卖这种所谓的干鲍鱼，其实就是把石鳖的壳拔下来之后晒干了，倒是也能吃，但是当鲍鱼卖就骗人了。它每一个上面都有那个壳拔下来之后剩的坑，还是很好认的，鲍鱼没有这个东西。摊主看我跟这拍，赶紧把鲍鱼那个牌子扣过来了，跟我说你刚才拍的不好，要不然你重新拍一次。我说刚才拍的挺好的。这有一钓鱼的，看看钓上来什么了。那鱼的后啥程度空格的啊，蓝点马鲛的苗子，鲅鱼苗。最后的部分是海蟑螂的纯享版，怕海蟑螂的就可以把视频关了，不怕的我建议你看看，因为我拍到了非常珍贵的画面，大部分人都没见过这个场景，网络上这方面的影像资料也很少。好，爱看看，不爱看就不看啊，开始了。海蟑螂不是蟑螂，它其实叫海岸水虱，是潮虫、西瓜虫的亲戚，喜欢在海边的石头上跑来跑去，也不咬人，也没毒，也不脏，其实没什么可怕的。觉华岛的海蟑螂是我见过的最大的，感觉有其他地方海蟑螂两个那么大。你这咱抱籽儿了，一按它不狂生孩子。雌性的海蟑螂啊，身体腹面有一个孵化囊，它会把卵存在里边，幼虫孵化出来了也先住在里边，然后再慢慢钻出来离开妈妈。如果在这个阶段把妈妈抓起来，幼虫就会一下子从孵化囊里涌出来。这一只刚才孩子已经跑光了，我们再找一只。下边的画面再次提醒慎看啊，我很少提醒大家这个，但是这次我估计很多人接受不了。你们可以这么看，这我有手套。什么东西啊？海蟑螂抱籽了，抱籽抱一手，我天哪！哇！哎！啊！看到吗？啊！老师您真是……他为什么直接抱活的？您太勇了，我这是戴手套都受不了。啊！
它这儿有一个囊，打开以后就没了，就空了。嗯，我再给找个大狼。这些小崽跑了就跑了，不会再回来了。看到这儿的我都恭喜你们啊，这个场景很少有人拍到，看到的都是有福之人，